个示范呢，我就证明它的水钙离子水它是有抗氧化作用的。钙离子水是有抗氧化作用的。首先，这是瓶型的蒸馏水，因为钙离子水它是掺进任何水，美国一般上我们沾也建议掺进蒸馏水，因为它是纯的嘛，所以单喝蒸馏水不大建议，但是用钙离子掺蒸馏水是很好的配搭来的。So, OK， 这是蒸馏水，这是。也是蒸馏水，然后我怎样把蒸馏水变成钙离子水呢？ Okay， 我就拿一滴钙离子呢，就是一般上要准备都是用一粒掺去五粒的，说在这个示范我证明给你看哦，那么一点点的钙离子粉就能将很多的水变成高抗氧化啊，这是一般的水， okay， 是我将钙离子。我将倒出来一点点在这边，方便使用。OK， 这是钙离子水。钙离子，你看啊，说我会用这个是抗氧化，来证明给你看。我证明一下，这钙离子它是真的能将水变成碱性的。OK， 晚上，你看啊，来给你看，这个是酸性嘛。弱酸，这是蒸馏水，你看哦，就是拿那么一点点，那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钙离子啊，它就能将那个水变成高碱。OK， 除了高碱之外呢，它也能将水变成高抗氧化。OK， 现在我就拿一点点的钙离子，就是那么一点点钙离子粉，就这么点一点吧，它就将这个水变成高抗氧化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是酸。这个不是酸碱性，这个是黄药水。黄药水它有氧化作用的，所以我们跌倒或割伤，我们都会擦黄药水，因为它能将那个细菌氧化，但是不能喝。OK， 人体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身体有自由基，自由基会攻击身体自我细胞而导致很多文明病。其实文明病有两个元凶，一是高酸，二是高氧化，或者是高正离子，所以我们需要负离子。现在很流行什么负离子空气机啊，负离子水机啊，所以因为它负离子已经证明了是有抗氧化作用。然后钙离子水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负离子。OK， 所以我要说，如果它的水有负离子的话，它能将这个正离子总和，所以你看不到它的黄色。你看到第五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滴，然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滴，各五滴啦。OK， 你看啊。这个是正常普通的水，还是你看到那个还在，它那个黄药水还在，你看啊，已经加了钙离子的话，钙离子水是有非常非常高的抗氧化的，所以它是能将身体的自由基中和而避免像文明病很多很多的文明病。OK， 现在证明啊，它其实还有很高的抗氧化作用，你看这个还是很多氧化嘛，那我将它倒一点点过去啊。开始帮它中和了嘛，再倒了一点点，它就完完全全中和掉了，你看它就中和掉了，所以钙离子是有非常非常的高的抗氧化，好像你可以用来蒸菜啊，那个菜没有这样快黄了，所以类似你可以从我们网站得到资讯了。OK， 下一个示范呢，我要证明这个打开。OK， 下一个示范呢。我要证明你的口碑，它的水钙离子能将水的水分子化大小，它不是大小，因为它是离子化，离子在水里面呢，它能将水的水分子化分开。OK， 这个示范同样的方法。OK， 这是一般的蒸馏水，这是也是蒸馏水，但是这一杯我会把它变成钙离子，就是我就点一点点钙离子粉。OK， 就倒在这边，你看啊、哦。Okay， 这杯就变成了钙离子水。我放茶叶，因为茶叶有茶叶素。平时我们泡茶就是将水滚掉，因为在你水滚的时候，水分子变小，才能渗透茶在那个茶叶素出来。所以，但是这个是冷水哦，冷水都能泡茶，只有钙离子水能做到，或者是碱性水。OK， 看我放一点茉莉花茶叶。同样分量的茉莉花茶叶。OK， 然后呢，我
搅一搅哈。一般渗透水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将那个茶叶素渗透出来。但你看啊，盖了一支水哦，你可以看到分别了。啊，它颜色素应该是出来了，所以你用来泡茶、蒸香菇啊，或是煮饭啊，特别这个是外敷。但是对身体来说呢，小的水分子呢是很容易被身体吸收的，所以你喝的水是真正的能够将养分带去细胞，而然后将毒素排出来。所以这个是钙离子水，它能将水分子团变小。Okay, 再下一个示范呢。这个我放这一边，再放这边，然后你可以看过后更明显的分别。下一个示范你就看，钙离子。诶，讲到钙，很多人都会讲钙跟普通的钙做比较，这是普通的钙，一般上法玛西可以买到的钙。就是这个钙。现在我看他们的之间的分别哈，在这个是不是我要大一点的杯？好大一点杯。这个蒸馏水，蒸馏水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会放酸碱测试液。酸碱测试，因为总之有钙呢，它就能变成碱性，因为钙是碱性矿物质。这个酸碱测试，蒸馏水嘛，它原本就是太酸的。OK， 这个我放一点，这个我放一点，这个一般的钙，这个我们叫这个是 caltrate， 氮化钙，我将它弄碎。看它开始变蓝，放进去，我就稍微搅一搅，它也是碱性啊，它这边紫色嘛，因为它有钙嘛，所有含钙的都会变成碱性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我的钙离子啊，也是高碱。但是你可以看啊，两个都是翠蓝，两个都是紫色，你看到吗？哪一个比较清澈？说这个我们叫做苏素钙，因为它还有白色的这个添加物，因为它变成 tablet form， 所以这种添加物呢，等下我倒给你看，很符合。所以，所有活性的钙呢，它都能主动去吸收酸性的。就是我放在这边哦，它隔两三天它开始变颜色，因为它开始吸空气的酸。现在我要加快的速度，我吹二氧化碳进去，你看啊，两个都会变颜色，因为它们都是有钙就能中和酸的。但是你看这个哦，原本碱性的，现在变成中性了，所以所有钙都能吸。但是你看啊，它自己变成好像牛奶水这样。但是这个呢，我吹啊 ，OK， 这可能要吹很久，因为它吸酸的功力非常非常高啊。我希望我有这么长期了。
都是能细算，但是啊、哦，这个细很多，还是你看，你要上面看下来，你看这个是清澈的，它本身不带有毒素，但是它能中和身体的酸性，这个它是能中和，但是你看啊、哦，如果我将它倒开的话，这个我倒掉它，还是清澈无比，我看到了，你的杯子，这个代表你的身体，但是你看啊、哦，这种和结合钙。我倒掉它，你看了吗？这个，那它会粘在身体，所以为什么这种钙是不能结合钙是不能吃多的？因为它会导致身体生石头，还是那个血管硬化？因为它本身的钙，它带有一个酸性的 partner 来中和的，但是这个是纯钙，完全完完全全纯的钙离子。所以你看啊，它完全清澈，你看，吃了过后身体不是它不会待在身体的，它会将身体的水排掉。刚才原本就是它吸了酸就小便出来啊，但是你这个小便出来过后，可能会有石头留在那个生长里面了。